Hi, this is Art TV New York. We are people. Today we have a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, Mr. Shen Jingdong, with us. 你好，沈先生，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沈京东。我知道您之前在纽约等世界各地都做过展览，这次又来到了纽约。那么您对纽约这座城市有什么感觉呢？纽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那是一个各种艺术、各种文化人都汇集的地方。那么也是当今世界上面文化就是最最领先的一个、最活跃的地方。从2009年我部队下来以后，2010年开始，我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纽约，来感受一下子，来感受一下气氛。那么，2009年之前，2008年我在纽约有个个展叫 China Square， 有个个展，当时做得很成功，《纽约时报》也做了报道，影响还是挺好的。今年正好，来纽约，一个是做版画，一个是看展览，同时也做一个小型的个展，还有两个群展。那么我知道3月18号您将有一个在纽约哈德逊艺术中心有一个您的一个展览的开幕。那么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这次展览我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叫中国新具象。那么中国新具象我所提的概念就是从2005年以后，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走上了就是台面。特别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热的这个状态下，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了一个消费阶段，就是商业上面得到了承认，就是特别是得到国际上的承认。这是也是经过了许多年漫长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努力而得到的。那么从就是进入了商业社会的这个状态下面呢，中国当代艺术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。新具象是一个比较具有特点的一个现象。这次你也带来了您的代表作品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人儿，就是英雄的系列。您之前也提及过您是有军队部队的这样一个生活经历和背景。那么这和您的作品怎么样去结合起来，或者是给您这个英雄系列作品有一种什么样的启发呢？1991年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分在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，这样子就自己等于是当了兵，当了一个文艺兵。长期的在部队的生活，使我对部队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感受，同时那个也感觉到部队的创作，那种包括全国美展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绘画，有一种单一性的，有一种就是完全苏联式的那种写实主义的东西，就感觉到不满足。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和实践，后来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种绘画语言。那么最后结合自己的经历，像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，他一个是在小的时候接受了很多的英雄主义的教育，包括雷锋啊、黄继光啊、董存瑞啊这样的英雄主义教育，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中间。第二个就是自己的当兵经历，所以这两个东西的一结合，再加上呢风格、艺术风格的确定，就形成了我今天的这个绘画样式。我看您这个绘画其实给我一种超写实的感觉，其实就是有一种陶瓷的感觉。这个系列本身是从陶瓷最开始是陶瓷的一个形式，然后发展到油画、版画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一个艺术家他在探索过程中，他肯定要经过多少尝试，多少次的尝试。我开始有一段时间是做行为啊，或者做装置啊，后来做图片。做图片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用军人题材了，就是自己穿的军装的一种图片。后来我又做了一些雕塑，做完雕塑以后拍了照片，做成陶瓷的感觉，我觉得这种陶瓷的质感非常有意思，然后画成油画非常带一种很强的质感。同时这个陶瓷啊又是易碎的，它表面很光洁但是又是易碎的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这个社会，表面是光鲜的，光洁的，但是同时是易碎的，是有这么一层含义在里面。
那么我看到其实这个军人的这个主题还是比较中国风的，中国化的。那么我看到您有很多的作品是把不同的国外一些人物的形象，比如说迈克尔·杰克逊啊，这些放到一张画里面，这个就是是等于说一个突破口，是需要被国外的一些参观者或者是人们所接受的，就是比如说在国外展览啊什么的，就用那些画嘛。这倒不一定，就是说从2008年以后，我开始对单一的这个军人题材开始不满足，那么开始画各种各样的题材，包括一些朋友啊，包括爆炸系列啊，包括去年画的小王子系列啊等等一系列的系列。2009年的时候，正好迈克尔·杰克逊去世。因为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喜欢迈克尔·杰克逊的这个音乐，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，每次听到音乐都非常激动。我觉得他的去世是就像我是他的粉丝一样的，是非常就是也是非常伤心的。我就觉得当时就画了一个迈克尔·杰克逊。作为一个艺术家吧，我是非常崇敬他的。其实您还有很多这种结合的形式，比如说我看到您的那个系列叫小兵跳舞，我觉得那个舞步就挺像迈克尔·杰克逊的那个太空步。对，就是把迈克尔·杰克逊这个那段音乐的舞蹈重新扒下来，一帧一帧的用这个小兵的这个形象一帧一帧给它重新描绘起来，就用我的形象。因为我同时我不是在文工团吗，我经常看到这个当兵的跳舞，然后用杰克逊这种形式来跳舞，一个卡通的形象，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卡通形象，这样比较有意思。这种尝试呢，就是说我希望自己不但是在绘画，在绘画以外，包括动画，包括衍生品，包括雕塑，全方位的，甚至于电影。那么我最大的理想是作为一个像沈京东一样的一个卡通乐园，那么里面有一个所有的包括动物也好，小王子啊，迈克尔·杰克逊啊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物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就是反正同时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一个卡通世界里面。您认为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形象是画的您自己吗？对，我就是从自画像过来的。那么最早的初衷就是我题目起了个英雄，但是作为一个我呢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一个普通人穿上了个军装，普通人穿上军装我就非常感慨，穿上军装以后拍的照片以后似乎自己是个英雄了，其实自己还是个普通人，就是说还是一种自我调侃自我反讽的那种一开始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平民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种对结合。你讲得非常好。就这样。那么接下来像您说的动画什么的，包括您已经尝试了雕塑啊、装置啊、版画、油画，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着重想去突出的一种形式？这个艺术啊，就是实际上是特别折磨人的，就是一个从事艺术的一个职业艺术家，他时时刻刻都会考虑到怎么走，就是今天画了这样的，下一步该怎么走。那么为什么来纽约或者来世界各地走一走呢？或者就亲身感受到一种当今的艺术对我们的一种影响。实际上来了纽约以后啊，很多东西你就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一个位置。当然不是说我看到纽约以后我马上就学纽约什么画风啊，或者什么一个装置啊，或者一个最新的东西，倒不是，就是会明确自己的方向。明确自己方向呢，就是说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现状。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有它一个自身的体系，不完全跟西方的一样。那么中国当代艺术这几年受到国外的重视呢，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很多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，那么当时的一种完事啊和政治波普啊，实际上用西方的语言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那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，因为无论艺术怎么去变，怎么去搞，就是那个真情实感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体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这个位置上面应该怎么去做艺术。对，这样子会给我带来新的思考。那么您认为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艺术也走向国际，那么
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，中国艺术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一种风格或者是一种体系，那您认为我们需要走向国际化的话，是需要迎合大众或者是国外大众的口味呢，还是说要保持自己的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？这个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的很多艺术家，以前两年就看就老提出是国际接轨，国际接轨啊，国际接轨无非就是你的语言手法上面完全是国际化的一种方式，还有一种就是保持自己的一种风格或者玩法。当然你搞艺术你不可能去迎合别人的，迎合别人的肯定是不对的，是吧？但是你也要看到国际的潮流，不断的调整自己，这都是都是不是简单的问题，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。艺术永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有一个答案，永远是一个问题。艺术对永远是个问题。除了纽约之行，接下来你还有什么展览计划吗？我觉得展览对我来讲不是特别重要，我觉得把自己作品做好是最最最最重要的。一旦自己作品做好，实际上你在哪里，在北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机会，那么到纽约来是更好的一个平台了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平台。这次来完纽约以后呢，月底还要去巴黎看看博览会。本来在巴黎也有一个做版画的一个项目，去做版画。那您喜欢纽约吗？应该说非常喜欢，我主要喜欢它这里的艺术氛围。那么前两天就是军街库的博览会，我去看了一下子，军街库这个主餐馆我看了两次，两天都在泡在里面看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是还是水平很高，就是顶级的博览会，那是没话说的。就是看了以后头昏脑胀，就回去还要慢慢的去消化，去那种很好。有的一些年轻的，像那个维塔吧，还有一个年轻的 Spring， 是在那个邮电大楼的那个，也是很好的，显示了。你也参加过 Volta 的那个？Volta 有过，对对，零好像是2009年，Volta 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。那就祝您在纽约3月18号的此次展览成功，然后也希望您Enjoy New York， 然后在纽约玩的愉快，找到新的灵感。谢谢您，谢谢大家。